温煦打手艺。我要听师太上人的话，多吃素，因为吃素可以拯救地球，爱护动物。祝福世界上的人可以三餐温饱，快快乐乐，健健康康。也希望疫情可以赶快过去。今天我要带祖宗来，要去救苦难的人。祝福大家都平安。我要祝福人人都平安。是啊，平安，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的，在把握时间，提升生命价值，时时好，日日好。期待今天呐、我们的好心，也自喜自己是好人，自己是好人，总是做好事。这就是期待人人都有这样，见人都是好，做事也顺利，事事都好。是啊，这都是我们人啊所祈求的幸福啦。啊，其实啊，求福平安是人人心的方向，但是呢，是否有求就能得应吗？啊，要看呐、看看我们平常有没有造福啊，有没有结好缘呐？过去的时间有没有把握好？有没有结好缘？有没有做好事？过去有，肯定啦、我们今天的这个时候，抱着这一份的彼此祝福，肯定是事事如意，彼此祝福啦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记得当下这一秒，每一个人的过去的当下的那一秒，时时时时累积，那就是过去事事好，做好事。所以累积今天，我还是呢用好心，还是把握现在呢，今这个时候又自我化验好事，期待今天还是要做好事。这就是时刻常识，我们呢一定要有的心念呐、总是呢看到了天灾，还是贫穷这种天灾，而且呢缺粮，就如圣文森那火山爆发，火山灰啦不断的喷发出来，了后又是呢下大雨，可以想见呢这样的灾情是多么严重啊。那尤其是那里平常就是缺物资，它只是一个小岛的这个地方呢，那我们在圣马丁有一位委员，他承担在这样几个小岛，希望他夫妻了，太太做慈济，先生支持他，总是呢，
他就是负责在那里呢，时常啊都是掏腰包，多数都是他们发大心啊，立大业，他们虔诚呢也是一样，跟我们同样的虔诚，也是啊一个道场，跟我们呢同时一伙。我很赞叹他呢，他在那里已经呢一二十年，要慢慢抓微玩出来啊。但还有呢，他们也带出了非遗啦，慢慢的带，总是呢人手不多，但是呢穷人多啊，老人多啊，要照顾老人院啊，他们积极人生，这都是呢心中有爱啦，造福人间，因一天行大动。有的时候台湾给他们的米，他们要发米都很珍惜，都是几杯几杯米，他第一杯米啦，就教大家人爱口说好话哦。第二杯米呢，要身行好事。第三杯米，心存好意。所以呢，口要说好话，辛苦爱做好事，心爱存好意，给他这样的每一位来了灵敏，他都有一番的教义，教导人人不要呢贫穷起暴心，善爱守本分，要守贫呐，还要乐道，爱真欢喜来救度啦。所以在他们家里也是常常一人啊来说师父说的话，来来看电视啊，听师父人间菩提，这都是发心人间菩萨。他所在那个地方，这就如佛陀说堪忍世界，佛陀来地球上啊，娑婆世界佛法教义人间，但人间呢有各种各种不同啊。地球虽然在宇宙间不大，但是呢人间就很大的，所以在人间每一个角落呢，就可以把佛法精神啊铺盖出去。圣马丁就是一个例子，他们在那里，宗教本来都是西洋的教，可是呢一个人一个家庭开始带动起来，用虔诚的爱心走入人群啊，现在呢不断不断的call来啦，同时呢要给不多一把东西呢，爱好一心的快乐，所以啊心准合意，不要埋怨，不要怀恨，总是呢打开心胸。人间啊，来到人间随了因缘，都要认命啦，
爱知影因果，爱认命，但是呢，要精进。他们鼓励大家人精进，不是认命坐咧等腰，认命要精进。所以他在那里佛法呢带进去，看的实在是足感动的啦。这人间菩萨叫做慈济人，唯有人才能入人群。入人群的人呢，可以带路，走出到这条呢人生正确的方向。